各位同学，我们来到考前猜题的部分。那距离考试大概剩2个礼拜左右。那考前希望大家能够先把住宿的东西搞定，就是你要订附近的饭店，或是要住哪里。哦，那交通的方式，因为当天考场会很多人嘛，那你们要叫计程车或是有朋友接送。哦，这个要先确定好，处理好。那考试前的补给品，比如说能量饮啊，或香蕉，你们可以在课堂中间吃的，好，都要先准备好。那中午午餐你们要怎么订？哦，要订便当还是要吃面包？哦，我们通常是不会建议吃面包，因为面包会让吃完之后血糖上升，会让大家会想睡觉。好，那在考试前该准备事情，这几个东西先确定哈。那穿着部分也是简单轻便就好了。好，那考试当中你们看到题目，先不要紧张哈，先审题嘛。考点在哪里？然后想到什么关键字，先写下来。或国考页会有一个草稿页，那草稿页把它写下来这些关键字哈。那到时候这个大纲就是你们写申论题的主要的关键字一定要写出来。啊，考试后你千万不要急着跟同学讨论对答案，你要赶快把考前猜题的资料，或者是你们自己准备的笔记，再拿出来再看一次，准备好下一科，不要被心情影响了。就算考得很难，大家都一样难哦，不是，反而是有鉴别度的哦，所以大家要这样想哦，不要马上跟着大家对答案，然后影响到自己的心情了。哦，这是没有必要的。好，那我们直接进入到考猜的部分。那范真的考猜，去年刚好有中一题申论题啦。那当然，我们发现这个申论题的部分就是去年，就是前一年有修法的一些小法规的内容。好，那这是很容易考出来变成题目的方式。好，那我们今年一样哦，我们找了一些修法的东西，那帮大家做个整理。那一样，这些有修法的东西，一旦跟范征手册连接到了，或是跟时事哦连接到了，那就很有可能成为考试的重点哦，考试的题目的出题来源。那关键字哦，手册的部分其实在110年已经做修订了啦。那当然，去年还是有一些没有考出来的题目，我们重新再帮大家复习一次。好，那刑案逐级报告纪律，其实这个之前有考过虚报、逆报、实报的定义了，但是去年有做一个小小的修正哦。那这有没有可能再考出来？其实还是有可能的。好，肇事法部分呢、哦，有连接到这个新北国中生杀人的案子，那在这个18条之1到之9的肇事法的修法，其实这个各位可能没有准备到，但是这个移送前的心智是实务上一些今年修法的关注的点。好，那在手册里面对于肇事法的琢磨，其实没有多少条了，但是有连接到，我们都要做准备哦，很有可能会再考出来。好，那洗房法15条之1、15条之2哦，这是修法的重点。那人头账户的告诫哦，这个是实务上我们今年上路的新的规定哦。那我们再看一下哦，这个比较可能会考在政诈法学里面，但是一些实务上的规定哦，我们帮大家再看一下一些时效性的问题。好，那执行拘提、逮捕、解送、使用借据的实施办法。哦，这个是搭上时事的哦，就是社工上铐的这个案件哦引发的争议。那我们把手册里面还有相关的使用借据的规定，再把它拿出来看一下。好，那行有余力的话，哦，虽然我们这边没有讲到哦，但是人口贩运法哦，这个也是今年修法的重点哦，但是手册里面没有看到，我们就没有再放进来了。好。那我们直接看手册的，重新看一下手册修订的规定哦。这其实是在110年做一个修订。好，那
第26条齁，这个是在讲说分局的侦查队齁跟派出所侦查案件他们的一个权责分配。分驻所或派出所员警案情急迫，案情急迫或查获嫌疑犯的案件要通报侦查队，那是侦查队长哦，侦查队长来视案情轻重他所需的时间哦，因为有检警共用24小时嘛，那你16小时之内要把人送出去啊，啊，是否扩大侦办的综合考量哦，来派这个刑事人员来分驻所或派出所来做协助哦，侦查队的人来去派出所去做协助哦，这样。好，如果是案情单纯或是已经拘提逮捕，是正明确的普通刑案，是由派出所去主办哦，不用动用到侦查队，派出所来做主办。但是如果是重大或特殊刑案，案情复杂，哦，需要溯源后续追查的案件，是派出所来呈报侦查队来做侦办哦。所以这个简单做个区分啊，用案情有没有单纯啊，被犯罪嫌疑人有没有被拘提逮捕，市政有没有明确这个几个要件来区分普通的刑案跟重大特殊的刑案，这是在这边的规定，当然有更明确的规定，我们这个大家都已经有背过了。好，那有具体逮捕人犯的案件呢，要预留移送作业的时间。如果是案情复杂有具体多人的时候，要有派出所或分驻所的主管来指挥协助，或有侦查队来请求支援。刚刚有讲过法检警共用24小时嘛，那我们警察用16小时，这个不要逾越了是法定的解送时效。好，那这边有讲到了派出所他呈报的案卷资料要做几份，做三份，数字很容易考出来，做三份。分驻所或派出所案件呢，随案到侦查队为原则，就是你承办人第一线的员警，你是承办人，你最好是案子跟承办人一起把资料拿到侦查队来做交接，来做这个案情的理清，不然到时候还要打电话什么的很麻烦，来帮助侦查队了解案情进度状况，来赶快把这个案子移出去。好，那如果有权责分工奖惩的争议的话，分局长也核定哦，他们共同老板就是分局长嘛，这个也很好理解。好，来，这个简单问几个问题再复习一下哦，谁来指派刑事人员去派出所协助侦查队长嘛，重大特殊或案情复杂需要，那后续需要的案件都是由侦查队来做侦办的嘛，哦，这个就要看案情的需要嘛，这个是由派出所来呈报侦查队来做侦办。那卷证资料是三份，公奖的争议的话是共同老板分局长来做决定。好，那我们来看下一个修法的内容哦。好，第69条，这个勘查组是由建设中心主任、科长、股长或资深的建设人员担任组长，来率同所属的人员来负责现场勘查。那资通器材的部分是由科技犯罪侦查队，科侦队一般在刑大嘛，那这边的分类是把它丢在勘查组这边哦，等于就是跟建设人员放在一起，各位一定要记得，这是一个小小的跟实务上不一样的地方。好，那具体任务有四项哦，四项这个大家都应该背过了。好，我们直接看后面整理啦。调查组跟勘查组的比较跟分类，这个还没有申论题考出来过，所以这一题这个表格很重要，这个很容易把它考出来，因为这个还没有人去做比较啊，这里其实这也蛮容易考出来的，再加上这次修法把科侦队这个内容把它丢进来，所以这个比较组成主要目标具体任务这个很容易考出来，各位我们再把它看一次哦。调查组的组成有什么？刑大的队长哦，侦查队队长、资深侦查人员。那勘查组嘞，建设中心主任哦，在地方哦，在直辖市是主任嘛，在地方就是科长或股长。我资深的建设人员哦，这个是组成哦。那例外就是刚刚讲到的哦，如果是刑事局派人来现场勘查的时候，应该是有刑事局的
组长来担任勘察组长，那当然视情况而定。哦，那主要目标的话，负责现场或临近的调查、访问、观察、搜查来做记录。好，这是刑事人员调查组。勘察组的话，负责现场勘察资通讯器材相关证物。资通讯器材刚刚讲到是科侦队、科技犯罪侦查队来做负责。好，主要人物调查组四项：访问被害人、包害人、发现人、其他关系人，了解案情、案发前后有任何可疑的人事物，来发掘可能的线索。对附近的环境、交通状况、案发当时的天候、风向、气温、照明等必要观察。哦，这个几项东西都是用笔记来做记录的嘛？气候、风向、气温，这个都没办法用做，没办法直接用勘察设备来做测量，就是直接我们直接做笔记做记录的。那注意周期性出现的人事物来做查访。想到查访，就是调查组的任务。哦，如果案情需要，得于现场相关触手搜索附近的监视影像啊，遗留的基证。哦，看到基证，大家不要很开心，就想说是勘察组的工作，其实是调查组的工作。这个把它记起来。好，监视器影像、遗留基证是调查组的工作。好，那其他现场看调查的相关任务。好，这调查组的工作有四项。那勘察组的工作有四项，再看一下。哦，运用科学技术和方法勘察财政作为犯罪侦查或法庭审判的依据。哦，那各类基证依特性包装进入封间审慎处理，避免污染，送请相关单位来做鉴定。哦，那研判出入口方法关联性。第三点是非常非常喜欢考选择题的题目。然后之前跟各位教过口诀了，出入口，哦，你出入的时候可能留下血印，啊，可能破窗的时候被玻璃刮到留下血迹，哦，DNA 都有可能。那这个东西都是由监视人员嘛，勘察组来做采证。哦，所以出入口看到出入口方法关联性，这个是勘察组的工作。哦，第四点，其他现场勘察的相关任务。好，再讲一次，这个调查组、勘察组的比较都还没有人考出来过。哦，所以这个很容易成为申论题的比较的题目，那各位再做一下背诵记忆。好，那衍生出来的东西是什么？比如说调查组在实务上能够做什么事情，再把它衍生出来，或勘察组在实务上能够做什么事情，再把它衍生出来。好，那他们可能做怎样的分工或协调合作，这个可能是申论题可能会再加强延伸的东西。那基本上你们先把这个基本盘稳固好，哦，其他的就是按照自己实务的经验去写。好，那这个修法的地方只有自愿受搜索同意书啦，然后多一个自愿。那你在申论题的时候，这个自愿搜索同意书不要写错，不要写搜索同意书，要写自愿受搜索同意书。好，那受伤的被害人得利用遮蔽设备跟被害人、被告第三人适当的隔离嘛。来，制作笔录时询问被害人时，依被害人的要求审查案件的情节、声音状况，得利用遮蔽设备向被害人将被害人与被告第三人适当隔离，并对被害人充分的说明询问案情之必要性。哦，是得利用遮蔽设备来做隔离哦。那去年申论题考的就是性侵害的作业办法嘛，那这个也是因应的去年这个手册修法，然后搭配到法规修法的考题出来哦。好，被害人受询问时，哦，其法定代理人配偶、直系或三等亲内旁系血亲、家长、家属、医师、心理师、辅导人员、社工或其信赖之人，之前考的是其信赖之人。好，经被害人同意后，得陪同在场并得陈述意见。好，但得陪同在场之人为被告或经其在场有碍侦查程序，哦，进行时，得不适用之，就不能让他陈述意见了。哦，所以这些有陈述意见权的人
各位再记一下哦，法定代理人配偶、直系或三等亲内旁系血亲，家长、家属、医师、心理师、辅导人员、社工人员、其信赖之人哦，这个是有陈述意见权。好，来，这个也是被害人有关的修法，我们直接看了，为落实被害保护。侦办因暴力犯罪致被害人死亡、重伤或被害人数三人以上，注意三人以上这个数字、哦、社会瞩目重大伤亡案件要呈报哪里？分局防治组，分局防治组、哦、好，那就依照警察关怀协助犯罪被害人实施计划来办理被害人关怀协助的工作、哦、好，那这边再做个区分、哦、如果是被害暴力犯罪致被害人死亡、重伤或社会瞩目重大伤亡案件的话，是依照警察机关关怀协助犯罪被害人实施计划来做被害人的协助。那如果是其他暴力犯罪、重大窃盗、住宅窃盗或其他特定财损的诈欺犯罪的话，是刑案处理作业程序哦。哦，那性侵害案件的话，就是去年考的。这个性侵害的被害人保护的规定来做处理。好，那这个是通知书记载的内容啊、哦。那有修正、哦，之前还有比如说年龄、出生地哦，这都删除了。现在是出生年月日跟身份证编号哦，这是通知书记载的内容。那寄存送达。我们看哦，这个如果是邮政机关送达时，要制作邮务送达证书，粘贴于信封上，就是我们的双直链。他寄出去之后，会把这个后面的这个邮送达证书，把它寄回来单位。好，那如果是依照刑事诉讼法62条的准用民事诉讼法138条第二项寄存送达的话，寄存之日起过10天发生效力哦，所以我们会隔10天嘛。那寄存之文书寄存日起一保存2个月，这个2个月的时效，各位也要记一下，这也是有新增这个重点。好，证人的规定，我们来看，证人经通知在场者，依原定的时间处所及时询问，不得拖延。哦，证人如果有很多人、数人，哦，应分别询问之，未经询问、非经许可，不得在场。这是证人的一个规定。好，那询问时，如受询问人因听觉或语言障碍、语言不通者，由通译传译嘛。如果你今天抓到了外籍移工，那就要找那一国的通译来做笔录。那必要时得以文字询问或命以文字陈述、哦、这个文字询问的规定各位实务上可能比较少遇到，但是有这个规定哦，文字询问或命以文字陈述，我直接给他看字、哦、来做询问。好，笔录增生的规定哦，在笔录左方空白处，之前有考过上方吗？还是忘记了，反正就是正确的方式是笔录左方的空白处、哦、来记名更改字数、哦、然后在上面要盖纸张或盖指印、哦、在这个更改的地方。那在场辩护人要协助其阅览，那对于记载有无错误来表达意见、哦、那如果意见的话就陈述附记于笔录、哦、要让受询人知道辩护人的陈述。那电脑制作笔录时，辩护人或询问人可以在电脑萤幕上阅览笔录。好，询问证人、哦、要全程录影、哦、这个是因应刑诉法192条的规定。询问证人时应全程录音、哦、必要时全程录影、哦、但有急迫情况记名载于笔录之，不在此限、哦、这个是从2年前开始到现在的一个新的规定，
证人也要全程录音录影。好，执行具体逮捕的一些注意事项哦，这个之前也有考过。好，我们直接看跟警械有关的，也是要刚刚有提到跟警械有关的重点，都把它再看一下。哦，执行时当场告知具体逮捕的原因，跟刑诉法95条第一项权利告知嘛。哦，并注意身体名誉，对于抗拒具体或逮捕脱逃者，得用强制力依法使用警械。但是要保用但是要遵守比例原则。好，执行具体逮捕解送时得使用借据哦，这边是得使用，不是应使用。但不得于必要程度应注意其身体或名誉，避免公然曝露借据。好，认为无继续使用必要时应即解除。好，这是刚刚讲到社工上铐的争议会用到这一条。那我们等一下再做一个整理。好，这边是讲到第三人的搜索规定哦，对于第三人身体物件电磁记录其住宅或其他的处所，有相当理由可信为犯罪嫌疑人或因为扣押职务电磁记录存在时为限得搜索之哦，他门槛是有相当理由，有相当理由。好，这个是扣押具扣押物的认领保管单。好，那这个搜索扣押笔录要记载年月日时间处所嘛，那详记扣押物的名目有和无因扣押物证明书，证明书要做要写在这个搜扣笔录里面。好，那扣押物应以防其丧失回存之方式适当的保管，不便搬运保管者得呈检察官的命令或法官的裁定，命人看守或叫所有人是适当人保管。那保管单随案解送检察官或法官。举例来说，比如说像三老鼠案件，他们砍伐 的木头很重啊，很好几百公斤或几吨，那这个东西要搬运很麻烦，我们会做一个具领保管单给，不管是给犯嫌或是给第三人适当人做保管。那保管单在随案解送随案移送到这里面。好，那大型证物等无法立即随案移送的扣押物，应由移送单位签呈这个单位主管来寻找适当的处所来造册列管。那刚讲到这个具扣押物的认领保管单，详记这个扣押物品的名称哦、规格、数量、特征，一式三份哦，一联给拘领人，第二联给检察官，第三联是存查。好，来少事法规定哦，这个我们后面会再把修法的东西跟大家讲一下。好，那未满12岁有触法行为的话，是回归到儿童及少年福利及权益保障法规定跟国民基本教育学生辅导机制，然后用辅导跟教育的方式代替入少事法入刑法。好。好，那所以是通知社政单位跟教育机关来做处理。好，这是社会案件的处理。那我们直接看修正的部分哦。警察侦查犯罪，不得任意进入享有外交豁免权的驻华领事馆哦、使馆的馆长、狱邸跟国外机构或国际组织。哦，如果有必要去进入这些地方的时候，要征得领事馆的馆长或国外机构、国际组织负责人的同意。好，那进入之后，就算进入了啦，那除非他们同意，也不得搜索、扣押或翻阅借用应隐存的文件。那对于他们的私人的寓所的侦查作为，也是跟准用前项的规定。好，那这个涉外的人员，进向外交部礼宾处特权科来做求证。那这个前项情形
好，依据事实证物人证做详尽调查报告来，一样会送请司法机关来做处理，要付之外交部。好，外国人来做逮捕拘提的时候，要告知他们的请求该驻华领事馆或代表机构，并在此提出此项请求，那适时的去通知这个领馆或者是驻华的代表机构。那如果他不想通知的话，就不再实现。哦，那通知要做成书面记录来做查询。好，那这个会考的之前考过选择题啦，就是礼宾处的特选科，礼宾处特选科来做身份的求证。好，那这个是在讲这个特殊重大案件未破的报告哦，逾7日未破，那还要填报未破重大刑案的侦查报告表。那这个管制未破的重大刑案，在管制1年之后仍未破，那就要指定专人管制成卷案卷的证物哦。记得7日没有破的话，就要填报未破重大刑案的侦查报告表。好，前面这边讲完了手册所有修正的重要的规定哦，那这些修正的细节很容易考成选择题啦。目前看起来会成为申论题的，只有调查组跟勘查组的比较哦，谈他衍生的题目，那其他的可能会成为选择题。好，那我们接下来讲的都是很有可能成为申论题的一些法规题目哦。各位再做一下，考前再把这本这个资料再把它拿出来复习一下。好，这个是去年7月5号修正的，哦，所以各位去年6月中的时候考国考嘛，7月才修正的这个还。绝对是今年会考出来的题目。好，逐级报告纪律，哦，订定目的，未严格要求各级员警落实受理报案，哦，主动发现犯罪，迅速的反应通报，妥善处置，彻底根绝逆报、迟报、虚报、不当请示，哦，并确实掌握治安状况的事实的调整规划各项勤务部署，强化侦防作为，哦，严正报告纪律，哦。例行惩处，达成维持治安的任务。各位，我们写申论题前面一定要先写前言啊。你这个东西最好写的就是你的立法目的，立法目的或者是在规定的修正的目的哦。所以这段话，如果万一考出来的，各位一定要把它写在第一段开头的部分，让答题老师知道你知道为什么要出这个规定啊。哦这也是很重要，你要增加篇幅的一个重点。那真的背不起来的话，你们就写重点嘛，就是主动发现犯罪哦，迅速反应通报，妥善处置，彻底根绝逆报、迟报、虚报、不法行事哦，掌握最自信治安状况，这几句一定要把它写出来。那你可能加上自己的话。各位，这个。一定要把它记起来、摘要起来，写在前言，或自己默写一次看看，因为这个很容易，真的很容易考出来了。好，那再复习一下逆报、虚报、迟报的认定标准。逆报的部分分成重大刑案跟普通刑案。那重大刑案的话，隐匿刑案的发生破获，未依规定通报侦防中心，没有填书。刑案记录表，这是第一种状况。第二种状况，受理报案发现刑案未报，破案时报，发生跟破获间隔48小时哦，数字48小时啊，记得。好，那普通刑案是发生跟破获，虽然不需要通报侦防中心，但是没有填报刑案记录表。我记得这个我们在移送的时候会填刑案记录表嘛，这个要记得要填。啊，这也算是逆报。好，那侦防中心就是刑事局侦防中心啊，那我们俗称叫八号分局，这个也可以稍微补充进来。
好，那虚报的话，晨报不实哦，以小报大或以大报小，这叫虚报。好，迟报，迟报分两种，一样重大跟普通。哦，各位可以看到，逆报分两种，重大普通；迟报分两种，重大普通。好，那重大刑案超过一个小时通报，于一个小时通报侦办中心跟本署的亲子中心。之前是两个小时，现在改成一个小时了，所以这个一个小时会考在选择题或申论题哦。好，一个小时把它记起来。好，于72小时填报刑案记录表。好，第三种情况，按时通报亲子中心或本署勤务指挥中心，但于时填报刑案记录，或按时填报记录表，但于时通报侦办中心或本署勤务指挥中心。好，所以有两件事要做，第一件事情要通报，第二件事情要填报刑案记录表。好，这两件事情要把它做出来，就是一跟二啦，一跟二这两个要件都要把它做到，只做一没有做二，或只做二没有做一，都算是迟报，都算是迟报。好，那普通刑案的发生跟破获，虽然不必去通报侦办中心，好，但是超过72小时没有填报刑案记录表的话，也算是迟报。好，所以这个数字72小时很重要，再把它记起来，72小时。好，那通报方式，本刑案件发生哦，应与被害人或报案人完成笔录后一小时内来填书通报单。我这边很明确定义哦，是制作笔录、完成笔录哦，含检察官侦办案件哦，虽然检察官侦办案件也算，也要在完成笔录后一小时内来填书通报单。好，如果是他辖的案件呢，要及时的通报管辖机关，并传送相关资料。来接收移转的管辖机关，应于接获后一小时内，一小时又出现了，一小时来填书发生通报单。有管辖异议时，不得以非管辖的非案件管辖的责任机关为由来进行转送其他分局拒绝通报。哦，你不能因为这是他辖案件，你就不想通报了啦，这个还是要做通报。好，那案件通报时间在制作犯嫌的笔录一小时内要做通报。那破获他辖未通报的案件，用除应单一窗口规定来做通报，辖区分局之外，那有破获单位哦，所以这边的重点是破获单位来做代填书发破通报单。然后你破了他辖没有通报的案件，你就是要有破获单位来做填书。好，那刑案记录表在案件发生或破获后72小时内来做填书，于时依其认定其基准。好，那如果是他辖经本署核定制品的专案检视目标代号管制中的案件，哦，可能会影响到后续侦查的时候，好，要在把这个目标移送检察官侦查或由本署撤销管制后，依本规定来办理通报，等于就是撤销管制之后再做通报，这是一个例外。哦，如果是制品目标的话，可能因为市政不够，那导致后面案件不完整，那没关系，把这个等，就是我们可以把这案件拖到移送检察官侦查或是撤销管制之后再做通报。哦，这是一个例外状况。好，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地方哦，各位一定要再仔细看一下。我这个之前是没有考过这个这么详细的分工的。好，案件如果是属于急迫性、连续性、跨辖性或犯嫌有潜逃灭证之余者，于发现犯罪或接获报案后，除依第三条规定的报告程序办理外，有下列几点的处置。
哦，第一点，分局侦查队接获或受理涉类案件，哦，以电话或视讯方式将发生时间、地点、初步状况、犯嫌人数特征、是否请求支援拦截微波等事项跟刑大来做报告。哦，这是分局侦查队的事情。哦，他要把这个案件的状况先跟刑大做报告，案件状况先跟刑大做报告。那刑大接获报告之后，分局侦查队的通报或请求是以立即处置哦，电话视讯方式向这个侦办中心来做报告。所以第一线是侦查队，第二线是刑大，刑大在做八号分局的通报。那侦办中心接获通报之后，向主管来报告，并就刑大所通报或请求事项立即处理。那案件如果有拦截微捕或边境管制，或有其他的刑事局的外勤大队支援的必要的话，然后要通报直辖市、县市的警察局，后专业警察单位、边境管制的单位，来实施相关的勤务作为，哦，并且做追踪管制。那专业警察单位比照，第一款跟第二款的规定办理。好，那简单来说，就是你通报到最上层，就是行政中心了。行政中心要做的事情就是通报给他主观去做决定嘛。那如果要请求外勤单位，可能是比如说网络犯罪或重大型网络犯罪可能九大队，那如果是杀人案件或重大刑案，可能是一大队或二大队，这个传统刑案啊，毒品犯罪可能是三大队，那我们就会按照这个案件的特性，哦，那主观会去决定要不要去做协助。好，那如果刚刚有讲到边境管制嘛，如果这个犯嫌可能会潜逃出境了，那这个禁管通知可能会要赶快把这个资料传到移民署来请他们去做登记，哦，避免他们突然出境。好，这个就是逐级报告戒律的最重要的规定哦，这是核心规定。各位一定要把这个东西把它弄清楚哦，这个，考试 90% 一定会考出来。因为这个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说三次。哦，在洗房法，洗房法其实比较会落在侦查法学的规定哦，15条之1、15条之2，各位这个是今年修法的一个超重要的规定。哦，各位可以看修法时间5月19号。这个时候去年的题目已经都出好了啦，不可能再出了。所以这个一定会丢在今年的题目里面。哦，15条之1、15条之2。好，那我们这边把15条之2的重点把它摘录下来。好，我们先看法条。好，任何人不得将自己或他人向金融机构申请的账户或向虚拟通货平台，哦，交易业务、指事业或第三方支付服务业申请的账号支付或提供与他人使用。哦，虚拟通货平台之前刚刚讲过了嘛，就是交易所。哦，但符合一般商业金融习惯或基于亲友间信赖或其他正当理由不在此限。好，违反下列规定的时候，直辖县市的警察机关来裁处告诫，哦，就是这个裁处告诫导致我们后面这些新的规定出现。那5年之后再犯的话，哦，就会有这个处后面的有期徒刑的部分，还有处罚的部分。好，那这个违反第一条规定下列情形之一者，哦，这个就是三个要件。契约或收受对价关系的方式。好，第二项，交付提供的账号合计三个以上。好，经直辖县市政府警察机关依前项或第四项规定裁处5年内再犯。好，5年内再犯。好，这三个要件要把它记起来。好，那这个后面把它看过去哦。前项第一款或第二款情形，依第二项规定，由该管机关裁处并予裁处之。好，
那这边是关这个账号的规定，各位怎么看过去。那我们来看因应这个15条之2的规定，我们有什么检察机关要注意的作业规定。好，这个6月16号定，去年6月16号订定的一个作业规定，我们看一下。好，因应洗钱防治法15条之2无正当理由交付提供人头账户罪来精进侦办案件的方的机制，避免他重复的告诫。好，那这个相关的刑案记录的填书还有作业方式，发生记录是由管辖机关受理案件之后来填报发生。破获记录的话，如果是单一人头账户的案件，是由账户的户开立账户的账户户籍地的警察分局移送之后，将移送出付之管辖机关，那管辖机关再据以填报这个刑案记录破获。那如果是多层的人头账户，现在最流行就是很多层，比如说3、4、5层的账户在下车。第一层的账户部分由账户开立人的户籍地的分局移送案件后来付之管辖机关，那管辖机关再据以填报刑案记录来破获。那两层以上，移送之后来做管辖机关移送之后来做刑案记录的破获。所以一层的话还要去由户籍地来做移送来付之管辖机关。那两层以上的话就是管辖机关移送之后来做破获。这个各位一层单多层这个发破获的记录，各位再做个整理，想一下。好，这个是今年四月再修的规定哦。好，那未律定告诫处分权责办理时效，跟保障被害人权益来修正的执行计划。受理单位或主办机关受理7日内，要移转到告诫的管辖分局，那提供165暗号，还有这个告诫系统的暗号。那告诫分局3日内要分派到3案件承办人，那一个月之内来做告诫组调查。这几个数字大家记起来，3日内分派，一个月之内完成告诫调查。那7日内是移转到告诫的管辖分局。那这是15条之2的一些重点。各位再把这个有关我们作业上的规定再把它稍微看一下，这两个规定都是跟15条之2有关的。好，那我们接下来进入到14题的部分哦。好，那14题就是最近的这半年来的新闻，那我们搭配到手册的规定或是一些修法的规定，这可能会把它考出来，各位我们再猜题看看哦，这等于是一个猜题。案事实就是你把想的是一个责任题可能会考出来的内容，我们看一下。这个分局啊接获通报一个男童死亡了嘛，那这个检察官发现他可能是这个某个联盟的保姆凌虐致死，那某个社工他访视记录可能不实，有问题，那他就把这个联盟把他做搜索，然后把这个社工具体到案，那侦办人员把他做完笔录做解送的时候，执行具体将他上铐，那在他的们的监护下前往地检署，但是重点是在解送的过程中让媒体近距离的拍摄报道，导致外界来质疑说违反侦查不公案原则跟逾越的警告的比使用警告的比例原则。好，我们来看一下使用警告的规定哦。刑诉法89条之1第1项，执行拘提解逮捕解送得使用借据，但不得逾越必要程度。那
同条第二项哦，前项情形应注意被告或犯罪嫌疑人的身体名誉，避免公然暴露其借据哦，认为没有使用的必要时应予解除。各位在写这个引用法条的时候的层次哦，刑诉法哦，甚至你有想办法写到宪法的宪法精神的话，就是写在最前面。按照法律的位阶写哦，先写宪法哦，没有宪法就先写刑诉法。后面才使用后面才用法规。好，所以我们先写刑诉法的规定。好，那简单讲这个其实也没有讲什么，就是不得逾越必要原则嘛，那你就是要遵守比例原则的规定。好，那执行逮捕执行具体逮捕解送使用借据实施办法第六条。使用借据时应遵守比例原则，不得逾越必要程度。然后注意下列事项：对于被告犯罪嫌疑人的身体名誉的维护，避免公然暴露所使用的借据。所以我们会实务上会把用外套或是用衣服把这个借据把它遮起来，或戴请他戴安全帽来做避免公然暴露。那解送被告犯罪嫌疑人若使用借据避免公然暴露借据或进行适当侦避。那解送过程中如果遇到媒体追访，应提供口罩、安全帽遮蔽面容或并遮掩其借据，过程中应防止受媒体直接采访衍生借机传话串供发生攻击等安全状况。好，蓝色的字是重点，把它记起来。好，如果遇到媒体追访，要提供口罩、安全帽、遮蔽面容来遮掩借据，那避免直接采访或者是借机传话可能会发生借机传话或者是趁乱发生攻击的状况。好，请他人使用警告规范第七点。好，必要不得逾越必要程度，尽量避免暴露上靠部位。好，那维护对使用对象的身体及名誉，这个一再重复。好，那手册142点一样讲的是执行具体逮捕解送时的使用借据不得逾越必要程度，要注意身体名誉，避免公然暴露借据，认为没有必要时应即解除，应即解除。好，那在长途解送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使用的交通工具时，解送途中要注意顾及他的名誉安全嘛，使用借据要避免暴露，这个几项重点都是一再重复的。那这个本案例的检讨，在警巡过程中，这个联盟有派出的人员在场尚无使用警铐之必要。好，那这个问题就出在没有妥适的遮蔽借据，然后导致其暴露拍摄可能会违反这个规定。好，要详加审酌被告或犯罪嫌疑人的身体精神状况或所犯的罪名及相对能借护的能力等因素依法妥适使用借据同时注意身体及名誉的维护。好，这个是这个案例的检讨。那如果各位如果有考出这一题，那可能会提到自己的意见的话，那这个可以给各位做参考。好，各位同学，我们到第二个实事案例这个前几个月震惊全国的国中生杀人案。那有关的修法就是少事法的18条之一到18条之九的修法，我们等一下再来看修法内容。那案例事实，大家有看过新闻，大家都知道就是简单讲，这个15岁的郭姓少年郭姓干哥，好，他朝着这个阳性少年刺了五刀，然后导致他最后死不治。那新北地院以涉犯5年以上重罪移送检方侦办。好，那这个检察官开庭之后认为他们有灭证勾串死亡之逃亡之余申请羁押禁见。好，这个是大概
拿你四十，其实蛮简单的。好，那这件事情，我们先看它有什么样的法律依据。好，那少司法第三条讲的是什么？少年有触犯刑罚法律的行为，所以这个已经落入到少司法的处理里面。那之前选择题很喜欢考的是第二项的这三个要件哦，无正当理由携带危险器械，有私用毒品或迷幻物品的行为尚未触犯刑罚法律，有预备犯罪、犯罪未遂而猥琐所不法之行为，这个几个也是落入到少司法的规定。好，那几个要件大家把它 看一下。那为什么刚刚讲到这个新北地方法院以涉犯五年以上重罪移送检方侦办、哦、这依据是哪里？27条，少年法院依调查之结果认为少年触犯刑罚法律而酌列之情形之一者，裁定、哦、有管辖的法院检察官、哦、应该说是检察官地检署检察官、啊、那犯罪轻本刑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哦、所以这个杀人罪嘛，罪轻本刑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而是可以由少年法院移转到地检署来做调查，然后它是属于重罪。好，那我们看手册有关少司法的规定哦。好，12岁以上未满18岁少年有触犯刑罚法律的行为，依少年事件处理法18条第一项哦，第三条。第一项来办理移送该管的少年法院，这是移送的规定。好，那88条自一进行具体、哦、除未满40岁以外者亦得比照适用。那这刚刚第三条的第二项的其他三个要件嘛，无正当理由携带危险器械，有私用毒品迷幻药物行为尚未触犯刑罚法律，有预备犯罪或犯罪未遂而违法所不法之行为，这三个要件是会移送到少年法院。好，这个一样是在讲移送少年法院的规定哦，这是手册227的规定。好，那228，好，他讲如果询问遭强制同行逮捕寻获到案的少年，应通知法定代理人、哦、现在保护少年之人或其他适当之人陪同到场、哦、那合法通知正当理由不到场者或急迫情形不在此限，那等候陪同到场之人的时间一样4个小时、哦、跟等候律师时间是一样、哦、如果是因为精神或其他身心智障碍无法完全陈述者，得请少年及儿童及少年心理卫生或其他专业人士来做协助。那同意部分一样找同意来做翻译。好，那少年权利我们来看一下。好，手册229条所要告知的权利有哪些，这个是对照95条的权利告知嘛。好，那所设置触犯刑罚法律事实及法条或第三条第一项第二款的各目事由、哦、经告知后认为应再变更者应再告知、哦、得保持缄默无需被自己思维陈述、哦、得选任辅佐人，注意这边不是辩护人哦，不是辩护人，是辅佐人哦。那辅佐人跟辩护人差在哪里哦？辅佐人他不一定有律师资格、哦、他不一定有律师资格，那但是他是维护少年的权利，比如说他可以提醒少年你可以保持缄默、哦、行使缄默权的权利、哦、他一样有陈述意见权、哦、这两个点、哦、选择题考出来过。辅佐人跟辩护人 不太一样、哦、但是他目的都是在维护少年的权利。如依法令得请求法令辅助者的请求之后，得请求调查有利之证据。所以这个三项权利，应该说4项权利啊，跟95条是差不多的哦。多的就是辅佐人的规定啊，再来就是触犯的
法条还有第三条第一项第二款的各目事由，就是刚刚讲的三个要件。好，那少年表示已选任辅佐人时，于选任之人到场前应即停止询问，但少年及其繁代人或现在保护少年之人请求或同意续行询问者不在此限。这是一个类似辩护人的一个规定，我们再来看一下。好，手册231条，连续询问少年时得有和缓之休息时间。询问少年不得于夜间行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有急迫之情形，查验其人有无错误，人别询问嘛。那少年及其法定代理人或现在保护少年之人请求立即询问或讯问，这三个要件是不得不得夜间询问的例外。那比较刑诉法100条之3，我们来看一下比较。好，经授权人民事同意或第二项于夜间经拘提或逮捕到场，查验其人有无错误，让人别讯问，那经检察官或法官做许可，所以在少年部分是没有检察官法官许可的这个规定，有急迫情形之一，有急迫情形者，或犯罪嫌疑人请求立即询问者的应及时为之。好，所以这个就多了一个检察官或法官许可的状况。好，那我们把少年的案件有关的手册的规定再都看过了。好，那我们直接来看这个少事法的修法的重点，这是去年5月30号做修法的。那对照到跟警察侦办案件有关的程序，我们可以看到是18条之1到18条之9，这叫少事法的移送前新制流程。好，那18条之1讲的是通知书的规定，18条之2到18条之4是同行书，就是成年犯的拘票，那在少年犯叫做同行书。18条之5、18条之6讲的是护送到少年法院的规定，那强制处分包含的搜索、扣押、通讯监察、鉴定许可在18条之7。那不使用约束工具原则，他们不能使用警告是18条之8。那发交查这个是18条之9。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警察跟警察有关的发通知书18条之1，不使用约束工具18条之8。那同行书还有护送到少年法院搜索扣押强制处分是18条之7。这个是向少年法院做请求。不是向检察官，是向少年法院，所以这个叫少年法院有先议权。好，那发交查的部分的话，是法院在发交查给警察，这跟我们平常地检署发交查给警察是不大一样的。好，来我们接下来看18条之1通知书的规定。那一样通知书要记载下列的事由，跟我们一般通知书是一样的。那无正当理由不到场，得报请少年法院的法官来核发同行书，就是类似拘票来强制到场。好，那这个如果会使用通知书来通知这个第一项锁定之人到场，通知时要告知第一款到第三款的事项，就是前面第一款到第三款的事项。好，我们把这个把它看过去。好，那这个是修法的部分，修法理由的部分。那少辅会接获他们的通知请求之后，对于有第三条第一项第二款的曝显行为所用或所生所得之物得予扣留或保管。这个是这个通知
应该说十八条之一的规定。OK。好，那十八条之二，经合法通知无正当理由不到场者，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于必要时，得请该管的少年法院法官核发同行书，强制其到场。好，这个是同行书的规定。好，那目的是要符合法官保留原则，法官保留原则。好，那要报请具有少年事件专业的少年法官核发同行书为宜。来看有没有合于目的性跟必要性，哦，那本于比例原则跟最佳利益来做斟酌，哦，所以这个同行书不是检察官发的，是少年法院少年法官发的。好，那这是进行同行的规定，哦，强制到场规定有三项。逃匿或有事实主任有逃亡逃匿之余，哦，有事实主任有湮灭伪造变造证据或串证之余，哦，所触犯之刑罚为死刑无期徒刑罪刑本刑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好，好，那如果少年正当理由不到场使报请检察官核发同情书无法达到事实保护少年及被害人权益确保少年到场厘清事实保全证据的功能，哦，所以是依照这个参考啦，参考76条进行具体的规定来做定的这个本条的规定。好，18条之4是进行同行的规定，哦，四个要件。哦，因现行犯之公诉有事实主任有共同触犯刑法法律，少年于收容羁押执行感化教育徒刑执行中脱逃，哦，有事实主任有触犯刑法法律经盘查而逃逸，所触犯之刑法法律为死刑无期徒刑罪刑本刑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哦，事实主任有逃亡之余，哦，这四个要件是可以做进行同行进行同行。好，那这个但书第一款及第三款一跟三，最重本刑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是轻罪的话，就不适用之啊。好，那这个修法理由，我们再重点来看一下哦。同行干预的是少年的人身自由，是强制处分的事项，哦，应该要为就是适用。法官保留原则。好，那是否是急迫情形，然后来不及向少年法院法官报请同行书的前提，要依照88条之一第二项规定来订定。第三项就是刚刚讲到的这个来不及向少年法院法官来申请同行书，那要在执行后立即报请法官来签发同行书。十八条之五是讲护送到少年法院的规定。好，司法检察官或司法警察同行触犯刑法法律的少年，哦，同行时起二十小时之内派妥适人员连同卷证来护送到少年法院来做处理。好，如果是发现被进行具体之人为少年时啊，那一样要做二小时之内做解送。好，那再看重点的部分哦。二十小时之内将少年护送到少年法院做处理。好，那应自进行具体二十小时之内来移送到少年法院做处理，这个是重点。好，进行具体是不知道少年。被具体指认为少年而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来做办理啊。那如果发现了之后，发现他是少年之后，就要按照第三条之一第三条之四的规定做办理。
那如果是单纯只有普险事由，就是第三条第一项第二款的普险事由，而没有触犯到刑法法律的部分，他不能去限制其人身自由。好，那18条之6一样是在讲护送的规定。好，如果发现逮捕人是少年时，好，准用这个规定。好，那依前项规定不护送少年时，将法院法官批示许可不护送报告书附于警卷内，在7日内再移送到少年法院来做处理。好，那修法理由一样。哦，逮捕或接受这个少年现行犯或者是准现行犯，在2小时内要做移送到少年法院。好，那强制处分18条之7。哦，司法检察官在少年事件移送少年法院前，未初步调查有没有触犯刑法法律的行为，哦，亦可能有传唤证人进行搜索拘扣押证据保全调取票同意监察鉴定附带搜索进行搜索自愿性同意搜索附带扣押紧急监察或调取通信记录的必要。哦，这个是一样有警察司法检察官向少年法院做申请或执行后向少年法院来呈报许可。好，所以这个如果有触犯刑法的法律行为得准用刑事诉讼法通报法的规定，好，向法院来申请跟呈报强制处分。好，那强制处分的侦查过程中发现是少年触犯的嘛，那移由少年的法院少年法院处理，哦，叫做权件移送原则跟少年法院的先议权。哦，那如果是成少共犯成年跟少年共犯的案件的话，审判检察官除将少年的部分移由少年法院处理以外，对成年的刑事部分来做后续侦查。这是在强制处分的规定。好，那最后18条之9是发酵茶，我们这边就再不再做补充了啦。那18条之8对于这个借据的使用，我们再看一下。对少年执行同行进行同行协选护送或逮捕时，应注意其名身体或名誉。哦，对于这个少年身心状况使用暴力情形，哦，他的一些状况必要，没有其他约制方法外，不应该对少年使用约束工具。哦，前项除外情形不得于必要程度，避免公然暴露少年之约束工具。哦，即确保少年不至于受到侵害而没有继续使用之必要，应即解除。哦，这是一样最小侵害原则嘛，还比例原则。好，那这个就是后面讲到使用这个约束工具，就是借据的一个问题。好，那这个是参考国际法，那就是避免影响到少年隐私嘛，那避免他的护送中受到攻击权益损害。好，那考试部分到这边，那各位在这个考试的时候记得刚刚提示的几个点，那中途休息考试中间休息的时候赶快把这个考试部分拿起来看，或是你自己的笔记拿起来看，哦，不要再对答案，也不要跟其他同学讨论刚考的题目，哦，你应该赶快准备下一科。那这份资料各位在不管在现在拿到资料之后，或者是在你考试前，哦，前几天都把它拿起来再看一下，复习一下。那后面上司法规定其实有些同学可能还没有准备到，那毕竟这个修法的内容也比较难啦，啊，但是实务上都可能会遇到，
哦，那回到回到一开始跟各位提示的几个重点哦，手册、突击报告纪律哦，这几个点都是最基本款的，你们一定要先准备好的。那后面肇事法、还有洗钱防治法，然后逮捕使用借据使用办法，这个是额外加分部分。那这些考试的东西。考试部分都是老师觉得最有可能会考出来的内容，那各位一定要在考试前再稍微再翻一下看一下，哦，那希望大家考试都会顺利，然后顺利上榜，哦，那谢谢大家。